500块，谢谢。这么严格啊？对对对，我们一分钟500块。看我刚刚拍，波哥应该不会这么严格啊。500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没有？就是有钱的。哇！不会刷卡。哥，不会全哥，但是学弟吧，进。我打电话给全哥一下。几点呢？喂，敖犬，几点了？我们集合时间几点？敖犬，我犬哥，那个你在哪里？停车场那个目的地，它附近有一个那个地下停车场，你去找一下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在那边等你哦。好 ，OK， 犬哥，拜拜。耶！耶！犬哥长 ，Let's go baby。犬哥长，要进。犬哥。不好意思，全哥，500块，谢谢。这么严格啊？对，我们一分钟500块。波哥应该不会这么严格啊。怎么没有？就是有钱的。会刷卡。我在猜想红队蓝队应该会找跟我年纪差不多的，结果我刚刚猛一问，你知道我们是三只狗吗？我们有属狗，还有属狗，还有属狗，但我们大他们一轮。嘿，亚秀！第二个我也在怀疑，就是制作单位是不是希望节目可以更好看一点？因为现在黄队好像是领先很多吧，我们还好 OK。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要让就是每一队平均一点，所以才找我来。然后想说，我在猜想红队、蓝队应该会找跟我年纪差不多的。结果我刚刚猛一问，你知道我们是三只狗吗？我们有属狗，还有属狗，还有属狗，但我们大他们一轮。我就觉得完了，我是被弄了。然后后来就是，我在来之前呢，一直在收集情报。然后因为我的那个棒棒糖队员有来过三位，小绿跟浅姐嘛，也跟过那个小杰哥，然后小杰还有王子。然后我来之前呢，我就问他们说，到底平均运动会好不好玩？他们就说，小绿就说，我建议你们去买保险，不然你猝死。我想了一个礼拜，我觉得对，然后又想到一些过去的一些新闻，对，然后就觉得这边很怕，然后毕竟这个年纪也没有常常大运动了，然后我就跟我妈就说拿那个家宝，我就来了。太扯吧，犬哥开完记者会就来练习，太扯了吧。我们要欢迎我们犬哥，你帮他准备了什么？因为我们是黑脚。我有你们这些黑脚新团员啊！因为我们是黑脚，嘿，亚秀！第二个，来 ，one two three， 阿香 baby， 因为我们是黑甲 ，one two three， 高桥，自我介绍一下，那个我是黄队的彭尊，我想加入黑甲，而且做个坚定，来，坚定，知道吗？干嘛？做人要坚定啊！叫上去，转正面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欢迎加入黑脚，哇 ，yes， 欢迎，